我就是问一下子，就是我没有腹肌，完我还愿意拎包，我离你家还远，你说这样疼。腹肌可以练呢，啊，那个包，就是小包你就不要背了吧？还是不对就背，那你就拎吧。新华有没有意见？行。掌声有请，十四号新华有请。全场热烈！加油！东北爷们就是棒，要么有我，要么都让。要不要看一下你场上的这个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？要看。啊，要把意中人请出来是吗？来看一下上场选的意中人是谁，一起来看。我都不会说话了。不会说话也得说，快说点什么，快点来。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会不说话，你会怎么办？讲笑话。你们两个的心思我都懂了，问题也都问过了。姑娘，你最后你讲个笑话，你看能不能把他逗乐了，逗乐了你俩就成了。我就怕你俩等以后在一起的时候，笑话你讲完了他不笑，他讲完了你不笑，会尴尬的。哎呀，得亏我准备两个笑话。就是